好，来，现场的选手朋友们，请看向外野的大荧幕，将时间交给龙 BB 阿强。BB 的现场，今天是大叔干一杯的主题，刚好有三位大叔啊，欢迎我们是曹大帅，二号大叔，二号大叔，来，一号大叔阿强，阿强今天来到球场，先讲一下感觉是什么？感觉蛮好的，很热。听说下面的每次看到你都讲什么？大叔干杯，真的还假的？对，大王。把我灌醉，所以等一下下去要跟那个喜酒一样。对啊，大家不是大家不是来看棒球的吗？今天要把阿长给灌醉的啦。但是你下去之后，大家真的都不放过你了。对，害怕。但上来讲球的感觉蛮好的。哎，刚今天连卫权领先，开心。跟那个大帅稍微就是大帅开始喝了。阿强都来了，我都不喝行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今天的主题是大叔干一杯呢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。我现在讲用那个 BB 的资讯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 BB， 跟我们一起同乐，拜拜。哦，哇，已经很开心了。BB 怎么会这么开心？要小玉，我小玉。又是这样。跟着乐一起帮几个人起到广播来加油，谢谢。
合法的你来加油，谢谢。工程布隆族的战士永如神，还有第二次制胜工程布隆族的战士永如神，大声喊出来，跟着音乐一起来帮秋晨来加油，谢谢。现在是给我们抽成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阿达阿达，你们攻守俱佳，俊卓强大，帮我喊张宥嘉，跟着音乐一起来帮张宥嘉来加油。拍手拍手 ，1 2 3 go。
Moving high.